好，同学，我们来开始进入国一上第二次段考的冲刺百题精选哈。老师选的第一题是一般是变成科学记号的转换，很常出现这种基本题嘛哈。来，我们看第一题，400万变成科学记号的表示法，记得科学记号的表示方式叫做 a 乘以10的 n 次方，而其中的那个 a。一定要大于等于一，而且小于十，对不对？好，所以第一题400万的领头，那当然就叫做四，四乘上十的几次？一二三四五六，六个零，好，所以是十的六次方。第一题应该还蛮基本的哈。再来第二个，这个叫做981，后面有八个零，981后面有八个零。好，你要先知道我的领头是谁。不能超过十嘛，所以一定叫做9.81，9.81乘以十的几次方。好，老师提醒你一下哈，如果你怕这边你常常会多一少一错的，你就用这种最简单最笨的方式。本来的小数点在这里零的右边，现在要跑到9.81，九跟八中间，那你就开始走，来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，走了10步。所以它就叫做9.81乘以十的十次方，这样子就可以了。好，再来第三题，它叫做0.0000007，有七个零。好，有七个零。好，可是呢，我的方式还是一样，小数点原来在这里，但是我今天的领头叫做七呀，所以小数点要跑到这边呢，来开始跑，跑几步？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八步，还有你记得不到一的数就是负指数，通常哈不到一的数你就把它想成负指数，所以这个就会叫做十的负几次？八次，对不对？哈，再数一遍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就这样子而已。再来第四题。好，我们要先知道小数点领头一定是跑到1.5，所以这个叫做1.5乘以十的，来开始再跑一次，好不好？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，九步，所以叫做十的负九。OK，你当然直接看得出来也可以，可是为了要一定要确保你拿到这种基本分，你可以用这样走路的方式。